上马打野应该在直播间里边吧？这把看好了啊！我只展示一把啊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错过了就要等明天了。敌军还有对面全是脆皮，拉到就死。碾碎他们。四 AP。插个旗。所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怎么可能回去啊？这的。全军出击。蓝开还是偷我红的这个人，我们下路也没说，知道了，应该是看到了，那得交成。那别留了，这一只还 Q 了我一下，那边放一眼了。绕一下，避开那个眼，三级抓不下来。等你升了，等机器人 Q 一恶灵，这个眼看到他了。闪 E 闪 E 闪 E 接 Q 是最稳的，闪现 E 能量铁拳，你在，哎，这个太绿色了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，闪 E 是最稳健的，往下站。今天必须抓到他，只要抓到就不亏，不抓到这波很亏。绝对想不到我会蹲这么久。闪现一接 Q，Q，EQ 起来，我会躲 Q。这昆奇人不会啊他。多少蓝？84的蓝。等他把 E 交了，先别急。这机器人没血，他估计叫 E 脸，等他 E 脸他就死了。把他 E 脸了，来，能量铁拳，你有被动。余震，你走，帮你挡 Q， 我帮他挡 Q。好 ，OK， 可以打了。Q 挡完就可以上了。他前面 E C D 很久的，再 W 减速一下。他一个 E Q 起来 ，A 一刀，两刀。三刀走啊！我感觉我这波好像不帮他挡 Q， 我不用死的。哦、我这波帮他挡 Q， 少威了他两下，等于我替这个机器人死了。我太善良了，不行，不能这么善良，善良 C 不了的。好人不偿命的。
来个变枪代码，东路有个车不要线了，这下路闪现还有个一分钟左右，再抓最后一次吧。我被扫描看到，假装往左走，立马掉头去右边。下路拉到了，但是好像被秒了。不是，这就走了吗？我都卖了破绽了，有眼吗？也没眼。算了，这个下路闪好了。他可能酒桶在那个位置放烟了。火道之处，无人能挡。七级炼金，尔等把貂蝉藏于何处？他没怎么血。点了有点了有二在，我给你框住，你给他拉进去。拉进去，等他背我，他一口回去，两级翻转，趁机赶紧控个先锋了。天地间，岂能遇遇九居人下？打完这个先锋，幽默的钱就有了。哎，你别过来分，你分了我钱不够了。叫我刚刚好这个钱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哇，直接大招清兵，这么奢侈。这个链接应该死了，这女枪没血可以越一下，而且我感觉她闪好像给了。大道生于天地间，你欲与九居人下？开大有点难打不过，他天赋带的有问题，他带仙宫的。好果断的 MF， 看到我立马开疾跑。救一下小法，无
人能挡。尔等又藏于何处？海克斯上来一个，往前冲。咋炸到 AD 身后啊？你在玩布隆吗？算了算了，有点太勉强他了，我感觉还是抓中吧，他没疾跑了，而且赏好像也给了。感觉减速 W 的减速，因为他被 EQ 他。这跟上头有了，酒桶要抓中啊，我蹲一波赏金了，他在右边。2A 杀完再 EQ 出塔，大先生在 A 就出塔，再吃个一血塔，一人五百，好像可以再猜一下，这酒桶不来守，来了，一晕一下。给个 Q 啊，我 EQ 怎么说，他醉酒狂暴减了很多伤害啊，他打三冷却，他红刷了，我去打红回点血，眼看到我，但是时间感觉够，再吃个河蟹了，中塔没了，这女枪跑不了，可以再抓她一下，我有幽梦在，除非她往左边酒桶去救她，她这边应该是有赏。哎，来脸上了，那不好意思，交不交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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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预判闪现，还是不交。我回家收一子了，你能拉到吗？拉到我就取消了，好像有点难，我对他已经不抱有期待了。阿先手等他背再 EQ 两级反转，好怀念的感觉，他是 AP 炼金，我这二打一套他直接残血了，等他开大的时候已经晚了，他见到我他就得开大加双看，我的幽默又好了，他喜欢开大清兵，直接幽默一开，要不交？交就对了嘛，姐。哎，机器人，我看到他往右边来了。没事，这波闪现跟他同步了。
等他交易肉弹冲击，这一 Q 插起来 Q 呢，哎呀这换我奶奶来都中了，真的太离谱了。这刘禅他是来练英雄的是不是？这沉默完不接 Q 的，还要 K 我和谐，这龙谁爱打谁打吧。有没影？我得绕一圈，我感觉那边有一眼，我绕到他们野区里面去，他们野区绝对没眼。你这一看，看到我了，好像又没完全看到，直接 Q R A， 再 A 一下，幽默一开，一 Q， 一个跳弹，承接打断。你还回头直接打断他大步流星再黏住，这种女枪就玩中单没用，只能玩辅助，恶心人，但没啥伤害，纯 poke。 他想回头E一下我，那他们这把等于四 AP 啊！说完爪子可以来个影魔刀，感觉。所到之处无人能挡。我感觉我一个人打这个龙会出意外，转个点来，进入他们野区，他们野区里面不可能丢眼。哦吼，这种时候就不要太死板了，既然河道不好打架，就进入他野区打架，这就算死了之后再打这个龙。下了塔满血 B 吧，赶紧起个魔抗，这把很好赢的，随便 C， 对面多 AP 少 AD 啊，我们可以这个什么啊，他们已经开始抢答了，先把他一堵了，再 EQ 他。我们可以出装上面针对对面 AP 打，打法针对 AD 打。这样的话，只需要出一种抗性的装备就可以了。
要打龙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队友不过来，有人替下路去了，死了三个，还有一个人替。别带着本将军闲逛。三川加影魔刀直接无敌，影魔刀现在不给冷却了，来个小的感觉就好了。 CD 现在有点缺啊，这电机好像开大了，那就给他开吧，去搞 EZ 减速一下 A 下，等他交易再 R 过去再走位，有加速大概走，我有影魔刀，红 buff 还可以再回点血，再吃个蟹再回点血，电型好了，开个幽默等他交易，人太多了，不行不行，这影魔刀没了，有点吸引仇恨值啊，这屌毛贼针对我，看得出来他很想复仇啊，他不给冷却的话不能先买啊，来个战锤吧，其实最好是来个小青雨先这个，但是钱不够，这会儿怎么感觉打起来我在一打五呢，纯孤立无援，我是不是在打个人机啊，45级速30冷却勉强够用，这个 CD 一定不能低于30，不然有些操作打不出来的，可以落后一下，针对这个 EZ一刀做掉，再二过去一刀做掉，减速一下，还有疾跑在，他这次疾跑到期了，这冷却没那么够啊，追不上他走吧，但他要是再回来他就完蛋了，我感觉这个女枪玩的挺调皮的啊，好了，可以，他变乖了。我觉得这小影魔刀都买早了，一双水银鞋就够了。我的冰刀还差多少钱？差个9补。就是你了。我就不能买这个刀，就是买这个刀感觉卡了装备，断了一下节奏，不行，我的这个河蟹刷了，下路线有人来吃，估计我感觉是这个女枪，这女不来吗，那我们也不要，哎呀，这个冰刀出了舒服多了嘛，找一下 EZ， 等一下绕一圈来 EZ 在哪里，一个二抵消他的二，35的 CD
开启幽梦，闪下 W A 交易，再交啥？火到之处，无人能挡。就 A 一刀，啊，跑，跑快点，给你跑吧。他再来丢个 E 他就死了。好怀念的感觉。这女枪要来了，一个天崩地裂，闹够了没有？甚至我影魔刀我都不想出了，直接来个夜刃吧。让对面控不住我，直接一刀给他秒了。别走他的毒，直接一 Q 惩戒。他有兵站着，再追再追再追，你再过来。他不追了，这个人他怕了。别带本将军闲逛。我们感觉这边要打大龙去啊。还真去了，但是好像还没打，只是陪了一眼。他如果没打的话，这下路肯定会有人来的。EJ 看到了，开启幽默。小花猫，小花猫，一再 EQ 起来，在巨龙撞击，再 EQ 起来，再个红色减速，敲死他，给他跑吧，我们打到龙不用管他。嗯，他不追了 ，Q 一下。我这暴脾气今天必须给他办了。再把来一个武昌皇子，加个猛男冲击90的固穿，加30%的穿透，可惜这条龙是分龙魂，这要是个火龙就好了。小花猫，小花猫，火到之处无人能挡，有点意思。这个暗爪现在改了，它就是一个穿甲版的西兰刀，加一个木刃以前的减速。来抢来抢，来来来来，他怕了他怕了。来给个空，你在扭啊，可以大龙，
这最后剑感觉可以来个自然之力，其实再往魔抗也有，移速也有。这波刷个四郎了，狼也快刷了。直接换自然之力吧。最后一件把鞋换了，一定要有个移速装备啊！如果 AD 多的话，就出板甲。能给本将军把赤兔牵来吗？不然移速不够用的。我们要的是他的魔抗跟这个加速。小花猫子，小花猫在后面，我去找到他。幽梦一开，直接闪现一个啊，被一 Q 吧，他被减速了，射回去了，被一 Q 起来，再 A 他，再 A 他，再 A 他，再 Q 一下，自然之力叠满了，这波一速差点就完蛋了。他没闪现了，今天打了4000这把，走了，对面要复活了，下波再来。小法出了啥？他敲完了，他法身挺高的。哎呀，还想再杀一轮呢。可以，30杀。对方开始赛后总结，牌打野感觉慢了，再把牌一个中吧，中单挺快的，再把这么 C 感觉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下。